那手办你们可以放在电脑旁边啊。把我放到你们的机箱里，真人手办啊，真人手办。就是，而且很多人不是说每天看直播，只是几个月看一次，几个月看一次这样的。那你总不能说你订阅的人所有人一起看你吧？我操，这他妈多恐怖啊！那还是人吗？那也不至于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往上啊，终于过了，搞定。我们再发十个帽子啊，再发十个帽子，大木抽，漂亮。你为了支持我花了10块钱卡了个牌子，那你为什么要花10块钱卡牌子？花1块钱不就行了吗？啊！重申，牌子1块钱呢，过不去啊！飞出去再摁 R 一，不要飞的时候再反正摁 R 一，摁 R 一减速的。好，速度够了，应该这波够了，漂亮，吃到点，再见，摩托。帅气，185速度，再见，最后五个点。环绕的过程很没尽管，有无奈和失落，刻骨铭心的爱，不尽管来的并不是我。如果没有离别，如何学会承受打击？如果没有跌倒，如何能够学会坦然？虽然那快要毁灭，至少我还有梦，也为你而感动。原来没
OK， 我去搞定，简单，简单，观众朋友们，简单，简单，搞定。